女人牵在手的字啊，不一定。在我家的话，是我才有办法守住钱。在我家的话，是我才能守住钱。我老婆她比较没办法，没有比较没金钱观念，我比较有。我不太会花钱，我钱进来以后都是花给家人，然后我自己都花在那个股票上面跟房子上面。哎哥，鲔鱼糖一包1800，哎，整包的鲔鱼糖是1800。好啊，你这样子买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拿的比较少。鲔鱼糖，我记得有问过，整包的是1800，对不对？他说大元想要拿一包啦，嘉勇，我尽量跟他讲，看他要不要带哦。哎，你遇到那个大包的普通鸡块多少？1500。1500啊？好，谢谢。1500公斤。五斤装。口兰那小片的有带来吗？我问一下啊。口兰那有。有帮你拿。慧晶晶有帮你拿。小片的对不对？哎呀哎呀，都哎呀。我家用煎的哈，价格来煎。3000。哎。太水啦，你也在发不发？讲吗？谢谢。这几种虾啊？哪个哪个那个？这八公啊？啊，这几分公吧？一份多少？一份多少？庄姐要看看。1500。我一边看分量。我知道啊。明天乌日会有虾卷吗？他现在也不知道，应该我不知道哎。好了，那小片的有拿来吗？对不对？正常吧，过完年。科花鱿鱼多少？科花鱿鱼看你，看你，看你要买多少啊？200，目前正常是一份200。吴国鱼，这吴国鱼来了。吴国鱼上来了。一只啊，最少买3只啊，好不好？太多了，我听不懂，因为我要去别的地方。这怎么卖？14500。早安，林美，早安。书板要去赚那个喜饼钱跟那个宴客钱了。书板加油，多赚一点。吐槽喽。平常好像比较多，今天的鱼没。还有多利鱼哦。今天有多利鱼啦，今天有多利鱼。刚刚有人问我说没有，今天有多利鱼。那个大师那个
过年你没有来吗？没有啊。章鱼脚，这个水烫一下切片是这样子。对啊对啊，水烫一烫切片啊。不过很硬啊。你要用焖的，不要把它烫到手，用焖的，水滚了下去，水滚了丢下去嘛，水再滚起来，火关掉，盖十五分钟就好了。那焖到手，它就不会硬了。那如果你直接用滚的，越滚越硬。对面300，300块我看。这样子，还有更贵，对，是。嗯，等一下我再拿。哎，好，那就可以上班。好吧。来，老板。好几包发，好几包。好几包发啊？好几包，好几包，4500啊。买200好不好？什么？八十啊。我爱米，我爱米，好你花。这个是什么鱼？北青啊，白鲳，白鲳啊，1000。那好一箱有1斤多吗？你拿来看就知道了。你看，不超过1公斤呐，不要不要多1斤。燕虎爪，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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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？啊，你的，要活化无啦，那个价格大。现在是黄鱼跟多利鱼啊，这边是多利鱼，这边是多利鱼，这边是多利鱼。黄色的是黄鱼，黄色的是黄鱼。另外啊，嗯，然后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，这个是花枝卷，啊，黄色的是黄鱼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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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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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我在车上睡觉，他已经 睡觉了啦。他可能会睡到9点，睡到8点就给他，直接要睡到8点。啊是啊，8点了啊。好、啊，8点了，八点半。哈哈哈。来，200来，200够人系无？来花枝卷来200块，你来哦，来花枝卷200，来200够来。好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。来200来。大家都觉得我很吵，不用听我的声音啊，大家都觉得我很吵。花枝卷过来，还有人去别台。鱿鱼啊，鱿鱼啊。那个那边打小报告说，那一台的。来回几个人？好吵。来回几个人？200个人。以为他是主角。包飞机的，叫飞机吧，来。声音都盖过叫卖。200块有人来吗？200。飞机讲200，无人来啊，吼。无人来，出事，你要干？鱿鱼花，鱿鱼花，鱿鱼花，鱿鱼花。